乡村民来。对，上次有来的只有三人，对不对？对对。那所以这边哦，有上次的同学有来，所以今天来的同学多半都是新的。好，那上次我们上课有上到所有的器具，记不记得上一回的教材里面有提到桌旗，记不记得？对，桌旗。好，老师拿出桌旗，这个就是桌旗。桌旗是用来铺在桌子上，对。老师拿出一个东西，你们就要记得它哦。好，再看一下桌旗，找到桌旗了吗？上一次没有来上课的同学找到桌旗了吗？桌旗是用来铺在桌子上的。好，再来，是拿出竹茶席。竹茶席是用来做什么的？用来铺在桌旗上的，对。今天用另外一个竹茶席，竹茶席有分很多种，有的底下带花布，像老师刚刚拿的这个是我们上礼拜用的，底下有带花布。那我们今天用的是比较素色的竹茶席。那我们今天用竹茶席，请问竹茶席是用来铺在桌旗上的？老师拿出开水壶，烧水壶，记不记得我们说的烧水壶是用来烧开的壶？对，烧开水的壶。老师拿出水柱子，找一下水柱子。水柱子是用来装茶的水壶，对不对？
师拿出香橙，香橙是用来装香，装香的，对，所以老师把香点着。接下来老师拿出茶海，茶海的作用是什么？用来分配，对，分配茶的浓度，是不是？再来老师拿出水鱼，水鱼是用来做什么的？放置多余的茶水或茶叶渣。放在茶壶的前面，老师拿出壶橙，壶橙是用来放茶壶的。最后一项是茶叶罐。好，同学，老师今天带了几样茶，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有张老师买的东方美人茶，上礼拜我们说喝了都会变东方美人哦。然后再来有台湾的高山茶，高山茶就是指要到海拔大概3000公尺以上，就比如说你们去玉山，你们去南投，你们去阿里山，那么高的山买得到的茶才叫高山茶。然后这里有洞顶乌龙茶，然后还有三峡的龙井茶，对，然后还有贵妃乌龙，对，然后再来是三峡碧螺春，还有一个叫文山包种茶，
然后老师还带了其他的茶，像天人名茶在台湾很有名啊。天人出了很多的茶叶，像第一罐这个，这是天人的九一山茶王，等一下我们每个都会品味。然后还有茉莉绿茶，哦，这有带有茉莉花茶的。然后还有一个是菊花普洱茶，大家喝过普洱茶吗？普洱茶喝起来有一种味道，对不对？有没有印象？普洱茶喝起来有一种很重的味道，臭臭的，对，没错，有一点像发霉，对不对？是的，普洱茶就是放很久，发酵很久，甚至里面有很多霉菌，但是它对人的身体是好消化的霉菌。那因为很多人不适应这种味道，所以天人名茶在普洱茶当中放了菊花，菊花可以调和臭臭的味道。所以等一下我们喝起来试试看菊花普洱茶的味道，你们一定会喜欢。再来，老师带了日月潭红茶。日月潭红茶是台湾很有名的茶，但是这几年因为大陆观光客太多了，自己台湾人都快买不到了。那我们上礼拜喝的是台北红茶，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比较看看台北红茶跟日月潭红茶的品味哪里不一样。那老师要准备烧开水，同学可以多看看每一样东西，认一下你记不记得它的名字。今天的讲义你们拿了吗？今天的讲义都有。好，我们等的时候就念念哈。第一个是什么茶？第一个是什么茶？洞顶茶。洞顶茶，很好，这个茶是洞顶茶。好，第二个呢？温山包种茶。很好。第三个呢？东方美人茶。美人茶 Beauty Oriental Beauty Tea。 OK， 美人茶。第四个呢？松白长青茶。 OK。 第五个呢？乌骨茶天棍茶铁观音。对了，木栅铁观音。木栅在哪里？在动物园。对，在动物园那边。对，所以木栅很近哈。然后下一个，第六，三峡龙井茶。三峡在哪里？在那个桃园，在桃园那边。对，很好。好，下一个第七个是什么？阿里山朱露茶。啊，阿里山朱露茶，谁去过阿里山？有，我也去过阿里山。你们去过阿里山吗？还没去呢，一定要去阿里山呐、啊！因为中国人，中国人一定要去阿里山。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我 very little， 从小就会唱歌。阿里山的姑娘美如花，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所以我们唱了一辈子。The youth in Alishan are very strong and beautiful, and the girls are as pretty as flowers. 所以我们要去看俊男，找美女。但是现在
也没有俊男了，也没有美女了，因为他们都到台北高雄去工作了。 OK， 所以但是一定要去呀、啊，一定要去。好，第八是什么？高山茶。高山茶，对了，高山茶很好。第九呢？龙泉茶。龙泉茶，对，龙泉茶很好。第十，日月潭红茶。谁去过日月潭？耶、yeah, 都去过日月潭。你们去过吗？ Very romantic， 一定要去日月潭。 Sun and Moon Lake OK， 一定要去哈，日月潭。好，是那个甘德拉叫什么名字？甘德拉。那个日月潭有划船的吗？那个船叫什么名字？光华号。啊，不不不不，那个不是游艇，是那个用现在有划的吗？就是猫空。猫空。猫空哦，猫空坐的那个车，那个缆车叫做缆车，缆车。OK， 我以为你讲的是 Venice Gondola。No， 他讲的应该是日月潭缆车呢。日月潭缆车，缆车，很好。OK， 然后好，老师拿出茶则，记不记得茶则是用什么的？茶则是用来从茶罐里拿出茶叶的，对不对？再来，老师拿出茶针。茶针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清茶壶的时候，要把茶壶渣从茶壶里装到水鱼。好，那我们就从二十四行茶法，上次同学没有来，有没有人补拿到二十四行茶法的讲义？老师看一下还有没有？对，那我们把讲义发给他。有好，那其他同学有没有上个礼拜的讲义？我们上礼拜没有，来老师看一下。这边也没有，他们收走了，是不是收走了，没有拿他回来。哦，好，那没关系，那老师现在念出来，你们老师他们能写汉字吗？不能写。好，那老师一个一个讲。好，老师放在黑板上让大家看。那我们第一个动作，二十四行茶法是来自很古老的一个人，叫陆羽。陆羽是很久以前的一个很会泡茶的人，他写了一本书叫《茶经》。那他把泡茶的步骤简化成二十四个行茶法，就是每一个步骤都有标准。那所以老师会跟着二十四个步骤教你们。那等你们学会了，你们也要上来泡茶。好，那我们第一个动作是从静态到动态。所谓静态是指，老师坐着。好，找到了吗？还有没有？那我们稍等一下，老师坐着不动是安静的状态，对不对？可是等一下老师要泡茶了，会不会很忙碌？那是不是动态？好，静态到动态。老师，我们这句话要怎么翻译比较好 ？From sedentary to mobile. Understand?好，那老师现在没有动，从安静的状态到等一下我要拿茶要装茶会很 busy， 所以第一个步骤就是从很安静的状态到非常的忙碌的状态，就是动态。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叫做从静态到动态，了解了吗？好，从静态，安静的静，从静态到动态。好，再来是第二个步骤叫备水。好，备水，老师刚刚是不是准备了水柱子装到茶壶里，然后用酒精灯开始烧，是不是第二个动作就是备水？
老师刚刚一次完成了，对不对？好，第二个动作叫背水，第三个叫温壶。那我们要温壶咯，我们现在要准备拿我们的茶。把水加满了茶壶，现在叫温壶。温壶的目的是让壶的温度到达高点，等一下泡茶的时候，茶的味道才会苏醒。第三个是背句，就是老师一个一个放，像刚刚我们放给你们看的，对不对？杯子放哪里？茶海、水鱼、茶罐，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放好位置。然后再来第五个动作是试茶，这是茶罐，茶罐在里面老师放了今天要先喝913的茶王。那我们打开茶叶之后，先看一下今天我们要泡的茶。那我们把用茶折把茶叶拿出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泡的茶叶是什么形状的。有的茶叶是细长状，有的茶叶是卷曲状，颗粒 ，OK， 颗粒。有的茶叶是片状，不一样。所以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要泡的是卷曲状的茶叶，这是赏茶，就是我们开始看它赏茶。然后再来，在赏茶的过程中，老师要把这个茶叶分给你们大家下去，一边看，然后可以一边做闻香。那在闻香的之前，老师要再做下一个动作。来，老师刚刚是不是温壶了，对不对？好，温壶的下一个动作是制茶，就是把我的茶拿出来，然后我们要准备温盅。把所有的温杯、温盅，通通把热水倒出来。那我们倒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壶跟杯子的温度都达到高点，等一下我们的热茶下去才不会变成冷茶。那因为这个动作很快，老师怕茶叶传下去回来会冷掉，所以我们就慢慢来，好不好？来。第一个同学请过来，学着老师的样子闻茶叶，然后传给下一个人。这是闻香，就是我们闻这个茶的香味。好，在位置上面细细的品香，你闻到茶叶什么样的味道就传给下一个人。茶叶它本身是用，老师看一下，因为这个茶叶是日本人非常喜欢的茶叶，它本身是用茶叶加了一点人参，所以它的味道会闻起来有一点香。This tea has ginseng in it.
我就是那个就是。好，谢谢。老师在里面有吗？这个茶在？啊，没有，这个没有，因为台湾有十种很有名的茶，可是老师没有办法花很多钱去把所有的名茶买来，但是这些茶大概这里的茶就五六千块了，所以如果要再去买那十种名茶要一万多块，因为台湾的茶好茶是很贵的。老师问你们刚才那个茶叫什么名字？这个是天然的九一山茶王。九一山是日本茶吗？哎，它是给日本人的，因为它上面很多日本人来台湾很喜欢喝这个茶，这叫天人满福茶。我看看，天人满福茶。天人，天人是一家茶叶公司。天人 the tea is called 满福茶，满福茶 full of happiness tea。OK， 所以日本人很喜欢。它里面加 ginseng， 这个是红茶吗？不是，它是绿茶。绿茶，对，但是它是熟茶，熟茶。熟茶。来看老师的桌上，上次老师是不是带了这一罐茶？有没有印象？老师带了这罐红色的茶。上礼拜我们泡茶的，记得吗？我们上礼拜老师是不是泡红色的这包茶，对不对？那今天有没有看到绿色跟黄色？那罐子的颜色可以代表什么呢？绿色的罐子泡出来的是绿茶，没错，颜色是很清的绿，那味道比较淡，但是不代表它便宜，代表它可能来自于高山，因为高山的茶泡出来都是比较翠绿的。那中间黄色的就是老师说的中等，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重烘焙 Baker， 我们茶叶采下来是叶子，对不对？叶子要炒，叶子要晒干。那重烘焙跟轻烘焙，很轻的就是晒的没有很干，发酵，老师请解释发酵。 Fermentation 也不要太长，所以绿色的就是很短的发酵，黄色是中等的发酵，中等的 baker， 红色的是很长的发酵跟很久的 baker。 Bake 烘焙 to bake the tea you need to bake the tea so the amount of baking you do depends on a gift.Okay, so generally the green tea, the green tea is not baked, it's left natural. It's a little baked. Little baked. 茶一定要就像咖啡一定要烘烤。Mild cafe. Okay, like coffee, tea needs to be baked. But how long you bake the tea?Depends on how it's what it is. Okay. Small baking. Yes. Please sign your name and final station. So we have a mind. And apart from baking, there is also fermentation. Okay. Depends on how much is fermented. If it's fermented for a long time, it becomes dark. If it's fermented a little, it's not so dark.So the red tea has been baked and fermented for a long time. And red tea, which is black tea. Black tea. Yeah. 绿茶 and others are different stages. 所以从茶罐可以看出它的颜色，这些茶泡出来的颜色，绿色泡出来就是绿的，黄色泡出来就是黄的。红色泡出来就像上礼拜我们喝的有点红色，记不记得？好，那我们茶。老师，我想问问你，你有个问题啊。好。Baking 烘焙，跟发酵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吗 ？Different steps. Different procedure. Yeah. Yeah. Okay. 所以有的东西是，烘焙过，但是没有发酵的吗？还是什么茶都要发酵？一定要发酵，一定要烘焙。
所以两个都要。对。OK， 但是不同的时间会给它不同的颜色。是。OK， so tea needs to be baked and fermented both processes at the same time. The different colors and tastes comes from how long they've been baked and fermented. So both are necessary. Okay. Can I have a question? Yes. So what, as I've heard, is that Li cha is not fermented, and Oolong cha would be like in the middle, and Hong cha would be 100% fermented. Is it true? 这是Thomas, what do you say? I know. 很多人在分绿茶，还有乌龙茶，还有红茶。他们很习惯用不发酵茶、轻发酵茶、重发酵茶来分，但是其实所有的茶都要发酵。就像你吃的优格，优格不发酵，它就是牛奶啦。那有没有重优格或者重 cheese 跟 light cheese 来的优格？一样的意思，茶就是 light yogurt， light， medium， heavy。Okay， so 茶 always， tea always fermented。Always baked and always fermented。Yes， yes。Because some people mistaken it, thinking that somehow because it's green, it's never been fermented.、Yeah. No, it has been fermented. The difference is between it's like yogurt, it's like light yogurt or cheese. You know, two extremes. Okay， 好。那我们刚刚茶叶传回来之后，老师要做下一个动作，代表老师要温中。刚刚本来是要先做，对不对？但是因为老师怕茶传回来壶就凉了，所以老师现在做温中。温中是什么？温中是温的 temperature。是的。让每一个茶杯跟茶海都是温的。等一下我们喝茶的时候，茶杯不会因为是凉的，让我们的茶倒到杯子里以后就降温了，这样明白吗？好，现在注意看老师的动作。茶杯是热的情况下，我们把茶叶放进去，这时候，好，第一个同学来，壶有点烫，请小心。来，这样子拿，对，然后拿起来闻，闻 ，smell。很香。你不见风就干了，你不确定，你不热了，你不热了，不行，这样吧，你就热了。对，第一泡我们泡满壶茶。好，谢谢同学们。闻到茶香的感觉是什么？很舒服，很舒服，很舒服。Lisa 温度 ，Lisa 是，我很傻，我很傻。好，我解了。对，那接下来老师要冲第一道茶。打。这个步骤是冲第一道茶。
他的家都不通嘛。不需要多少钱呢？那什么，咱们这个家，那那这些东西，这些地方都最好的，修的，或者这个各种什么家，我们还在想。好，冲第一道茶之后要计时。一般来说，茶叶泡的时间是1.5分钟到2分钟。那这个时间，老师要发呆吗？不是，这个时间是我的朋友们是不是坐在前面有6个朋友，对不对？我们要聊天，我会问，哎 ，William， 你昨天去哪啦？想课。哦，好，那我会问那个，Thomas， Where have you been yesterday？Sleeping? I don't understand. 你昨天去哪里了？哦，在台北闲晃 ，fooling around， 是不是？那这时候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茶壶在泡茶，那老师要帮你们准备一个大茶壶，因为这个小茶壶不够你们喝，所以老师准备一个大茶壶。等一下泡出来就会是一个很大的茶壶，你们一个人可以喝3杯。What would you use to describe your feelings? Okay, how would you say this tea makes me feel blah blah blah? How would you say that? 用什么语法？这样这个茶，这杯茶，你可以用使 makes me。这杯茶使我 makes me, this tea makes me, 这个茶 this is the subject, 这杯茶使我觉得 feel, 使我觉得 ,ok, 使我觉得。觉得。And then the adjective. 使我觉得很开心，对啦。好，现在每个人说一句哈。刚喝完满福茶，满福茶，满福茶，使我施食 to make。这个是 make 啊。这杯茶使我，使我觉得很什么？好舒服。不要用好啊哈，没你们只用好，什么都是好好好。OK， 除了好还有什么？使我觉得很舒服，很好。
还有呢，你们的生词使我觉得很什么？优雅。优雅哦，那是不是让 very elegant？ 使我觉得很优雅，很好。还有什么？使我觉得很贵啊？很贵，家境很贵。哦，你很贵呀、啊！使我觉得很贵，你不用说使我觉得很贵，使我觉得很高贵，高贵就是 elegant。OK， 使我觉得很高贵。家境很贵。对，这个茶是很贵，但是我们不管价钱。所以用这个句子，使我觉得很开心。使我觉得很优雅，找优雅。使我觉得还有什么？凉爽。凉爽吗？真的？使我觉得很凉爽是吗？喝茶也会凉爽。还有什么？使我觉得很什么？轻松。很强。哇！好，我们写下来的都 take all the sentences we made 哈。所以第一个使我觉得很优雅，我也来写。还有什么？使我觉得很舒服。还有什么？给我。啊？给我。肥沃，你不能用肥沃来说你自己呀、啊，哈，你不是土地哈 ，You're not soil。OK， this used to describe soil。使我觉得很强、凉爽，还有什么？使我觉得很很富有 ，rich， 富有，你看富嘛，加个有是 rich， 使我觉得很富有。还有什么？使我觉得很开心，开心不在里面哈，开心不在里面。使我觉得很清纯吗？很天然。Pure， 清纯会吗？很天然。啊？很天然。很什么？天然。很天然啊、不能用很天然呐、啊。为什么？不能说你your feelings, you can't say I'm very 天然。天然 is used to describe things, not your feelings. OK, 很天然。好，还有什么？使我觉得很凉爽。啊，有一个你凉爽，有一个你们没找出来，因为在台湾很常用。Free from vulgarity， 很脱俗，是不是？喝茶会觉得脱俗吧？你们觉得这个容易在市面上看到吗 ？Is it easy to see from the market？ No， no。所以 we call it tea set。So。除非你们在正式场合或是茶馆都是高消费的，你们才能看到整套的茶席。所以当你参加了这个 tea set， 你会觉得很 rich， 很脱俗，因为它跟世间凡人不一样。好，那老师现在要继续下一个动作了。刚刚我们在温中的时候里面装了热水，对不对？现在我们要把热水倒掉，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泡的茶已经时间到了，我们要把它倒出来。茶杯里的茶也是。记不记得水鱼是用来装多余的茶水或茶叶渣？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倒茶。倒茶，请问老师，茶叶是直接倒入杯子还是倒入茶海？倒入茶海。对，茶海有一个好处是，如果第一壶老师泡的比较浓，第二壶我可以泡淡一点，它可以混合，它可以 mix。好，再来，老师要倒茶之后，我要备杯，老师要备杯，把杯子都准备好。接下来要分茶，把每一个茶杯
茶完之后，老师要端杯奉茶，我的客人在前面，我就要请客人喝茶。通常老师就端杯让客人喝茶，那这边因为客人都在这里，所以老师用大的茶盘端杯给你们喝。记得在茶桌上，有时候很安静，我们不会说谢谢，我们会用两只手指头点桌子代表谢谢。日本人也会这样，所以你可以选择用两只手指头代表谢谢，或者是 OK。 好，那老师要端杯奉茶咯。嗯，这个是谢谢，你喝茶的时候就说谢谢，用这个动作来说谢谢，不用讲，对对对，这样对。绿茶，但是不像绿茶，因为它是乌龙底，乌龙是属于黄色的，是重中度烘焙。Okay, this is medium bake. It's aged on oolong tea, therefore it's yellow. It's not green. Okay, so I have a distinction. 同学们喝起来感觉怎么样？ It's a medium bake. 一点点苦。I wrote tour su up on the
Poor Su is out of vulgarity. Chinese philosophy, Su means 人间, is people, is this life. Su, okay? So, Tuo is to be getting rid of the Su, okay? So, so when you drink tea, you are out of this world. It takes you out of this world. So, Tuo Su is, that's the meaning, okay? So, Soul means just every day. Okay. Yeah. Yeah, every day. 好，同学喝完了吗？老师这一泡给你们喝完，我们要做下一泡。Okay. 老师今天带了很多茶，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喝喝看。嗯。老师，这个茶能晚上喝吗？还是晚上不要喝？这属于中发酵的茶，中发酵的茶是在下午喝比较好。下午，如果你晚上喝，会有一点点睡不着觉。除非是重发酵的茶，你晚上喝比较好。对。所以晚上，if you want to sleep, you just drink red tea.真是有精神哦！你们有没有感觉在喝茶的时候，就是晚上是讲喝一茶 ？When we don't want to sleep in Europe, we drink hot tea. 对，哦，也 don't want to sleep. OK, 不一样，不一样。It's like a chai in prison. So need to not to get away, not to sleep. So I see it go to sleep.不一样的茶 绿茶 is good for sleep or bad for sleep? 绿茶 你喝绿茶可以睡觉吗？不可以，不可以。 You shouldn't drink green tea if you want to go to sleep. Yeah. 对呀，跟咖啡一样。有咖啡因吗？有茶叶是有咖啡因的。对，还有没有同学想要再来一杯？老师把它冲完，我们可以冲下一盒。我也再来一杯吧，把它喝光嘛哈。我也要放在保温瓶里。对，保温瓶。来，老师先。哦，你放在保温瓶。William 要带走。那个，我们。先喝很多不同的茶的话，威廉，你等老师，这一泡这样子，我们叫一泡茶，这个茶叶可以冲三次，所以我们冲一次就丢掉是很浪费，所以老师冲第二次让威廉带走 okay, ，OK， 如果你们有保温瓶想带走，老师也可以冲第三次让你们带走。This tea can make the tea three times. Don't throw away after once, okay? So today, we don't charge you anything. If you have a Baowen, if you have this, he's prepared, he can take a tea bag away to make the second tea, okay? So, every tea bag can make three times. You can use it three times, okay? It'll be a waste if you throw away each time, okay? What do you do with the dregs of the tea when it's over?Throw it in the trash and recycle
OK， 他们要泡茶要放多少茶叶？哦，好，通常像这样子的一个茶壶，大概是200到220cc 的时候，我们在放茶则是放满。对，那如果这个茶壶比较小，我们放一半。那还有分茶叶有两种。有的是球状的，像刚刚你们看到了，是不是一球一球的？那老师上次给你们看的红茶是不是细细长长的？好，细细长长的茶叶放的量要多一点，为什么？因为它是虚的，它是空空的。可是圆球状的是比较密实的，所以当你放在手上，你会感觉圆球状的茶叶量比较多。可是如果是细细长长的叶片，会空空虚虚的，所以如果你用的是红茶，像老师上礼拜泡的虚虚的，我们要放一匙半。对，那茶匙有人会买很大的茶匙，那就要另当别论。所以我们正常的茶匙就差不多是这个尺寸。对，那如果你要用克来算的话，我们就抓大概3克到3克半。那如果你想喝重口味，像这个老师刚刚泡的是重口味，这个里面是轻口味。为什么老师要分重口味跟轻口味呢？因为今天我们要试10种茶，这10种茶每一种味道如果不够 strong， 你会忘记。所以老师刚刚在这里面加了3个 spoon， 那其实正常是1个 spoon。那为什么老师要加3个 spoon？ 因为要让你们喝出味道。那等一下这些味道每一个都不一样，等你喝完第10种，你会忘记第1种。OK， 这样知道吗 ？OK， I'm gonna do the translation. I can remember everything. OK， right. There are two tea comes in different shapes. You know, one of them is the bowl, condensed bowl shape.With tea leaves all bowled up like a ball. This is very strong. So therefore, if you want to make tea, you don't need to use too many tea leaves in the teapot if it's that shape, because it's very condensed. But last week, the teacher used loose tea leaves, okay? Loose tea leaves is empty inside. So therefore, you have to use more than a tiny little bit.Use a bit more for the tea leaves, okay? And so this time, today, you're drinking fairly strong tea. It's because the teacher wants you to remember what they taste like after 10 different teas, okay? So therefore, we make it stronger to leave an impression for you to remember. Okay? 懂了吧？好。哎，这个冰茶，这个也可以凉的，嗯，在我们很多年前，我们只喝热茶，但是后来在台湾，因为天气炎热，我们发明冷泡茶。冷泡茶就是指茶叶用凉的水放4个小时就可以喝了。因为茶叶不一定要高温才能够释放出它的味道，只要有水，茶叶就可以释放出它的味道。但是用热水是在2分钟就 push 它把味道释放出来。可是如果你是4个小时，它可以慢慢的 release。那所以冷泡茶开始，我们就喝冰的。如果你现在放4个小时到下午，你想喝是不是觉得很热？那你放到冰箱里拿出来喝就叫做冰的茶，所以在台湾我们喝冰的茶。The iced tea is a recent invention, and you can drink the iced tea after 4 hours in the fridge. Okay, so this tea can be put into the fridge for 4 hours, and after 4 hours, you can drink the iced tea. So if it's drunk hot, only 2 minutes.Then you can drink it. If it's drunk in ice form, you need to put it into the fridge for about 4 hours.
那个都是给威廉的吗？是啊，还有同学想装吗？威廉喝不同的茶，嗯，会不会醉？醉？你干嘛喝茶会喝醉吗？No alcohol, no be drunk. 不会喝醉，不会喝醉，你可以喝很多茶。有其他同学想要带茶回去的吗？一颗喝太多茶头会疼吗？不会，不会。茶晕吗？会晕吗？也不会。在古老的中国，甚至是英国，很多人把茶当作药。比如说，在船上的船员生病了，他们没有医药，所以船上的船医就会用茶。不停地给他洗伤口，或者是不停地让他喝，所以茶在最古老的时候是当作herb，是草药，对，所以你喝再多茶都不会晕，你只会一直上厕所。老师，我请问一下，每个茶都不同的，那你有时间要泡这个泡多久吗？像这个茶泡，哦，有，老师给你们看，像。这个上面有写八十六，看到了吗？看到了，八十六代表这个红茶最适合泡它的温度是八十六度的水。那再来我们看这个绿色的，这写什么？八十，代表最适合泡这个茶是什么温度？八十。对，那所有的茶泡开都是一分半钟左右。因为热水下去茶开了，那可是每一种茶都有适合它的温度，我们怎么去百分之百确认你倒下去的水是几度？比较专业的泡茶师会有一个温度计，那可是我们是业余，还是业余要怎么说 non-professional， 我们不是 professional 的泡茶，所以我们不需要拿着一个 temperature 在那边测茶的温度，那很好笑，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泡茶是很轻松自在，所以尽管它的温度比较高了，但是茶叶的味道还是会释放出来。好，接下来我们刚刚喝了的是乌龙茶，现在我们来喝老师带来的东方美人茶，每个人喝完都会变成东方美人哦。东方美人茶 is a very special tea. Okay, I'll find the website for you. 那个发明是在中国吗？是在是台 OK. 东方美人茶是有历史的，你可以在那个平林就可以去采。Very nearby here, 就可以去采东方美人茶。那东方美人茶 the reason for its name is because some foreigners came to Taiwan, drank the tea, took it back to England, and presented it to the Queen of England. And the Queen of England loved it so much that she gave it the name 东方美人茶 Eastern Beauty Tea, okay, because it's very beautiful. Okay, I'm trying to find it. Because this tea is all organic. There is, 我要找，你帮我找好不好？东方美人茶，那个天然的东方美人茶。This tea is very special. There is no fertilizer or anything. In the tea, okay, and what is it? The tea. I need to look at the words. The tea. 东方美人茶特别的地方是那个蚕在怎么样？那个虫子。虫子咬过以后会留下。好，老师，这段我来说。When the tea is okay, the tea leaves. I don't know. The tea leaves is.Chewed over by cicadas. Okay. Just hold on. Let me finish it. Cicadas, and then it's fermented. So there is no fertilizer. It's totally natural,
And it's got a very special smell and taste because of the insect working through the tea. So this is very, very special. It's beautiful, this one. That's right. Yeah, so this one. It's the saliva. Huh? The saliva from the cicada. Yes. Yeah, it's quite amazing. That's why it's very special. Very expensive, by the way. Yeah, but so this is why it's very special. Organic, totally organic. 好，大家知道台湾曾经发生过一个很大的 earthquake 叫921大地震吗？ Earthquake 921，哪年呢？已经应该15年了。不，15年以前。对，15年以前。In 2004, there was a huge earthquake, which happened on the 21st of September. In Taiwan. 南部吗？南投。在南投，在南投。你知道？好，这个是一个故事，就是南投很多农民是采茶为生。那他们的茶叶在山里面。地震的时候他们不能去山里采茶，那茶就被一种叫小绿叶蝉，是一种 insect 去咬了，那这个虫咬了这个叶子之后，虫的唾液survive OK， 虫的唾液留在茶叶上。那我们知道唾液可以发酵，唾液可以造成发酵了，是这样。OK， the saliva will cause the tea to ferment. OK， this OK， I'll tell the story. 先听听，因为要不然记不住哈。When the earthquake, in Nantou, this area is area for picking tea. OK， when the earthquake happened, they couldn't go and pick tea anymore because they were trapped underneath. They were trapped in caves or whatever. They were trapped.So during that period, the cicadas, the insects, ate through the tea leaves. Okay. When they ate through the tea leaves, they left over their saliva on the tea leaves, which fermented the tea. So therefore, it's given it a very special smell. Okay. It's very, very nice. Okay.刚才你讲过。It's a special kind of this oriental beauty after 2004, or is it different length for you? No, 2004, this is 2000. 那个2004年以前叫什么名字？也是这个名字？没有，这个本来是一种普通的茶叶。那个时候很多虫咬了叶子，是不是叶子就不漂亮了？那后来921大地震停止之后，这些茶农他们这些 farmer 就上山去采茶，发现茶被虫咬了，可是为了生活他们还是要赚钱，他们把茶叶采下来，然后用很便宜的价格卖给商人。结果商人过了几天回来说，你还有没有那种茶？他很讶异，他觉得这个茶是瑕疵品，是瑕疵品啊。他的这个茶 not very good， 因为那个茶农那个 farmer 觉得这个被咬得乱七八糟的，这个叶子还能卖钱吗？结果没想到那个 businessman 过来跟他讲，我要更多。后来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自己泡了一杯来喝，原来这个喝下去带有一点点 honey 的味道，所以这个味道就会带有一点点甘甜，所以很多人喝了这个茶叶发现，味道很好喝，而且从来没有喝过，所以后来就变成东方美人茶。那这些farmer以后就常常在要采茶的时候故意不要去采，让这些小绿叶蝉去吃，吃完以后一个礼拜再去采，这个茶叶喝起来就会有 honey 的味道，所以等一下你们喝喝看，是不是带有 honey 的味道？嗯，
历史也是这样的 ，historically is also the same that the cicadas ate the leaves and made it very special. But what teacher just told you is a story after the earthquake and how the tea got eaten by the insects and they thought, oh, not pretty anymore, not nice anymore, let's just sell it at a very, very low price, and they did. And the commercial people came about and said, hey, have you got more of that tea? Because it tasted really great. And these farmers say, how come it can be tasting so great when it's so broken up and cheap? Okay? And he tried it and found out that because of the cicadas eating the leaves, there is a taste and smell of honey in the tea. So it became unique, okay, to that property. So now they don't do anything, they just let the cicadas eat it and then brew the tea. Yeah. And the earthquake was in 2004. 2004 earthquake, yes. Just a few years ago. 2004, yeah, 15 years ago. 15 years ago. Yeah, but historically still the same. They so it's still named as beauty, oriental beauty. Yeah, oriental beauty. But from 2004, the taste is it's different still, because it's more like honey taste. Because of this No. Historically, it's still like that, but it's become more famous now because of that 2004 history. But it changed the taste because first time in 2004 they left cicadas to do it or not? Yes, they've had a history of that. But don't worry, it's just whatever is on the website. Okay. So if you look at this tea, I don't think you can see it from my tea. They can see. If you look at this tea, it's got the white bits. And the white bits is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 of this tea. It's called Bai Hao. Okay, it's very special. This is how you recognize this tea from other teas. Okay? So this is, we've got white tips there. Okay, I know that if you go to the website, you can see different conditions for brewing the tea. Okay, I tried to find it for you. They have it on Tianan in English, I think. I can't remember what language I read it in. But here is Dongfang Meirencha. It's quite a strong tea, so therefore in the cup you only need to have 40%, probably a little bit of tea leaves, 40% full of the tea leaves for it to be nice. And also the temperature of the water needs to be about 80 degrees, okay? 80 degrees. And you need to drink it after about 1 minute, and every time you can drink this 6 times, and every time 一道茶, the first one, every time you basically add 15 seconds more to the previous brew. So the first brew is 1 minute,
The next brew is 1 minute 15 seconds. The next brew is 1 minute and 30 seconds. Okay? So each time you brew the tea, it's longer and longer, but it can be drunk 6 times with the same batch of tea. Okay? So in fact, all these tea shops will give you directions as to how you should make the tea. Okay, what temperature, etc. Okay. 好，老师现在把茶叶放到热热的茶壶里，你们可以闻到这个味道跟刚刚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对，每一种茶叶。很甜甜，对，很甜的。有没有一种 honey 的香味？有没有带有一种花香？对。跟刚刚的是不是完全不一样？不一样，跟刚才的不一样。Smell the tea. I'm waiting to smell the tea. 哦，好不同哎。是，所以为什么老师要你们先闻？原本的味道没有那么 strong， 对不对？当它受到热气的烘烤，就好像它 back 给你闻，那你闻起来的味道会 double。Oh, it's beautiful. 啊？红茶。红茶。讲得好像真的。我看到学妹真的来了就要闻。对对对。对，我可以聊聊一下那个茶茶杯，然后讲那种比例，还要正确。那个东方美人茶是红茶还是乌龙茶？是在算哪？东方美人茶泡起来比较接近红茶。红茶，红茶。对。God beautiful. With honey. 对。洞顶茶，等一下我们会有两种洞顶茶。三峡龙井、洞顶乌龙、碧螺春、文山包种、贵妃乌龙。等一下老师会开每一种茶给你们喝，所以现在不要喝太多，不然等一下会一直上厕所。所以现在老师都给一杯而已哦，一杯而已哦，所以你要记住它的味道，好不好？刚刚喝过第一个是什么茶记得吗？满福茶。来，我们再练习一遍。满福茶让使我觉得，满福茶使我觉得舒服。舒服。还有呢？舒服。还有什么？轻松。轻松。还有呢？ Happy？ 怎么说？高兴。高兴，开心，对，高兴，开心，对，高兴，嗯，很幸福，对，喝茶是一种幸福，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如果你有时间坐在这里喝茶，至少要半个小时，所以你要在一整天的忙碌当中播出这一段时间，坐在这里跟老师聊天喝茶，不做任何事情哦，这样幸不幸福？你一整天很忙碌，可是你现在播了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坐在这里跟老师同学一起喝茶，这个时间很珍贵，一辈子有没有可能再第二次？ I don't know. 所以在日本人有一句话叫一期一会，期是日期的期，一期一会的意思就是我泡这杯茶
这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泡给你喝，一辈子都不会再有机会了。所以我们的相遇的缘分只有一次，所以要很珍惜。听得懂一期一会吗？就是一次遇见你，泡一杯茶给你喝，这一辈子再也没有机会了。有一天你们从暑假班毕业以后，还有没有可能坐在老师的茶席前面听老师说话，喝几口老师泡的茶？没有了，没有机会了，是不是？人海茫茫，你要去哪里找老师？再来就是每个人都很忙碌，你会拨出半个小时时间坐在老师前面跟我闲话家常喝这个茶吗？是不是很难？对不对？所以现在的时光是 rich， 是很珍贵的。Okay, and it's very suitable for iced tea. I think in all the shops here, you can see Dongding Cha, right? Dongding Cha iced tea. So this is very suitable. It's different from Dongfang Meiren Cha. Okay, it's also red tea. It's heavy baking and medium fermentation. Okay.1800，如果你在
假设你在认识的茶行可能卖600，茶叶是一种很特殊的，就是在台湾有一种叫有行无价，就是它没有不二价。就像你今天买一杯饮料，你去珍珠奶茶店就是55块，对不对？可是茶叶很特殊，它在不同的店，因为老板的良心，老板如果进货进300，他卖800，你可不可以阻止他？不可以。如果他拿300，他卖500，他是有良心。如果他拿300卖你2000，你很喜欢，你会不会买？会。会。这样懂了吗？所以这个价钱去百货公司一定很贵。如果你到熟识的茶行，可能800就有了，但是它的成本差不多就是在300到500。对，看像老师这个是小罐的，老师这边是大罐，张老师这个只有100，他这只有40公克，然后老师这个是150公克，是4倍，所以这个东西卖800，这个东西也卖800，那是谁便宜？对，因为它很重，对不对？这个不是800哦，我不应该告诉他，没关系，要卖给他们。对，你们愿意用多少钱买？你们愿意用多少钱买？如果你喝了觉得好好喝哦，你们愿意用多少钱买？Martin， 你愿意用多少钱买？你愿意用多少钱买？老师要卖给你。Do you want to buy this? No.Later, maybe later. 其实这个是320块钱。嗯 ，320。所以不是很贵呀、啊。对。那么多钱，好不好喝？你们喝起来好不好喝？很好喝。那学姐请教一下，那个像比如东方美人茶有没有对层次的？层次。比如说 ，with the question is with the。Oriental beauty tea, are there different grades of quality? 每一种茶都有 low level, medium level 跟 high level, 所以你们听过台湾最贵的茶是一罐要20000吗？一罐要20000，因为它叫比赛茶。什么叫比赛茶？就是每年春天我们会收成茶叶，那每一个茶行他们自己种的茶会用很精致的 back 很好的发酵，然后让它做出喝起来是很棒的茶送去比赛。如果你得了冠军，这个茶就价值20000，如果你没有得冠军600。所以它会有一个皇冠，它有一个 crown，因为他得奖，所以他很贵。可是如果他没得奖呢？600块，这样知道吗？所以很多时候是人为的因素加在他的上面，他的成本并没有变。老师，我想问一问，你怎么知道茶是真的还是假的？哦，茶叶喝起来像，We're talking about fake teas and real teas. I mean, sometimes you don't know whether it's real or fake. 现在很多人他说要走那个越南和台。对对对，它跟喝咖啡一样。请问大家都喝咖啡吗？喝。好，你们可以知道越南咖啡跟星巴克咖啡喝起来也不一样。不一样。对。这是透过什么的累积？经验跟 test。对。喝茶也是一样，请问你第一天喝茶，你能不能判别它好不好？不能。可是如果你跟老师一样喝了快50年的茶，你觉得你还能判别吗？应该。是不是一入口就这个茶不好？是不是？那如果好茶哦，再来一杯，是不是？所以不一样的茶，你们透过经验的学习。像你到坊间去买珍珠奶茶，你会想再来一杯吗？不会。为什么？因为它是用很多的奶精，很多的调味料，它的茶只有一点点，
奶精很多，糖，还有珍珠，所以它的茶只有一点点。你真正喝得到茶吗？所以你可以品味到真正的茶吗？不会。所以它使用的茶是非常便宜的，它只是要带出茶的味道。可是我们现在喝的是 original， 所以这一口茶会让你决定要不要下一杯，是不是？好，我们刚刚记得第二杯叫东方美人茶，那我们要准备泡第三杯。哎，不是泡了第三杯是冻顶茶吗？现在要泡。哦，现在要泡。对，你让他泡，他要走了。You're about to leave. Okay. The next tea for you, before you leave. So you can change, go over there as well. Tamas 要先走了。Tamas 来，你来挑你想喝什么茶。这里的茶让你先挑。What do you want to drink? You can go and come here to pick one. Since you have to leave, get the most day of the horse today.That's the first one you drank. Okay. 你喝过普洱茶吗？你喝过？没有喝过普洱茶。那我泡普洱茶给你。普洱茶是这个，因为普洱茶的味道很特别，老师希望让你尝尝不一样的。OK。Yeah。OK。那我们现在来喝一个重口味的茶。因为汤老师要先离开了，所以老师先选一个重口味的茶。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茶包，茶包不一定代表它的茶不好，它只是方便携带，所以有的茶包也是很好的茶下去做的。有的茶包是泡酒，有的茶包泡一样，茶包跟茶叶都是三次，都可以用三次。对，都可以用三次。那我说，茶包放你们很久 ，OK 吗？茶包可以放很久吗？你们要每次上课都要品茶吗？From now on, every class we bring the tea set. 你喝茶就不用学东西了。要实习吗？对，要实习。今天可能只有课了，对。因为今天没有时间了。刚刚威廉问到茶包可以放很久吗？如果你的茶包有像这样子单包装的密封 close 的，它可以放很久。所有的茶都不适合隔天喝，所有的茶都要当天喝完。You can't drink overnight.
all the tea needs to be drunk on one day. You can drink it three times, but you can't drink it overnight. So you can't keep it in the fridge for too long. Unless you put it in the fridge. 对，如果你放在冰箱，你就可以喝隔夜茶。Okay. Pu'er, pu'er, lao cha, can you drink next day? Pu'er cha, can you drink next day?一样，所有的茶在你没有喝的时候，它都在发酵，它泡到水里也在发酵，所以如果你放到明天，它会有很多细菌。Okay, now, with teas, if you don't put it in the fridge, okay, if you don't put it in the fridge, once the tea out of the bag is fermenting, and when it's fermenting, there will be a lot of bacteria. So therefore, if you leave the tea in the open and not in the fridge.You have to drink it within one day. This applies to every tea, including pu'er cha. Okay, but if you put it in the fridge, you can drink it overnight. Okay? Okay. Yes. But it's actually about lao cha and pu'er cha, not li cha. No, they're all the same. All the same. All the same. Yeah. So what are we drinking next? 那个是什么茶 Pu'er cha. Pu'er cha. Yes, pu'er cha. Okay, let me put up.Many kinds of pu'er cha. Oh, 如果你要送人的话，要买哪个台湾的？东方美人茶不是台湾茶啦，台湾茶对吧？你要送给哪一国的朋友？我是泰国，见泰国。所以你要带回泰国送给朋友。那因为泰国是一个很热的地方，所以我们尽量送喝起来比较清爽的茶，就是轻发酵茶，就像高山茶。所以如果你要回去泰国，你可以去茶行找一点高山茶。对，高山茶喝起来会比较 light， 不会喝起来很 heavy。那所以因为你住的地方是一个热带的地方，那如果你是回去，比如说你是欧洲，你是丹麦，那就适合喝比较 warm 的，就你就适合买普洱茶或者是买红茶，因为对你。对对对对，重烘焙它喝起来会比较温暖，这个有差，对，是的。所以意思是不是，如果是重烘焙、重发酵就比较温暖？是的，当我们在为什么我们睡前可以喝重发酵，就是因为重发酵的茶，它在我们这么说好了，茶叶有一种叫儿茶素。儿茶素是一种酵素，那轻发酵的儿茶素最多，
它会导致胃不舒服。可是如果你在一个比较天冷的地方，你喝茶是希望你的身体暖。如果你儿茶素很多，反而身体不舒服，那喝的是反效果。OK。好。It's not made in Taiwan, right? It's exported from Yunnan. From Yunnan, 对。那我们把茶杯拿上来，老师现在泡的是菊苦茶，菊花普洱，我们可以看到颜色非常的深，然后先闻的味道，再试试看。记得一定要先闻味道，然后再喝。所以你闻到花的味道会非常少。学妹要不要来一杯？好，你们闻的感觉它是什么味道？有点像药。好，有点像药哈。那个普洱茶，它一定要发酵嘛？对，在土地发酵。要是发酵短的时间，可以喝吗？普洱茶它发酵有一定的年限，它是用年来算的，比如说5年、10年、15年。所以如果普洱茶发酵出来，它的茶砖颜色还有它的发酵效果会影响它的价钱。所以如果你喝到了普洱茶价钱很便宜，那就是它可能发酵3年而已，它就拿出来卖了。可是如果你要买到20年发酵的普洱茶就很贵，一个茶饼可能就要2万-3万块。因为重发酵的茶，尤其是像普洱这种高单价的茶，它是越久越好，像陈年的酒它是越陈年越好。 OK， 懂不懂？要不要我解释？ Do you want me to translate? Yes. OK. poor tea comes in a cake form. Okay? It's not in the tea leaf form, it comes in the cake form. So when you prepare the poor tea, you have to cut it into small slices. And the quality of the poor tea depends on how long it's been fermenting. For example, if it's been fermented for 3 years, it's cheap, it's not very long. The longer it's fermented, the more expensive it becomes. And of course, perhaps the darker the color. So therefore, to prepare poor tea is quite an elaborate process. You need to cut the tea cake, and you need to make it into a powder before you do anything with it. So it's quite different from other tea, from the tea leaves.
Okay, so it's the 11th also person. Also, one trick is that we have two major types of where is shelf and shoe. And this shoe type is cooked, and shelf is crude raw, unprocessed. And the shen is the traditional, and now from 80s you have industrialized way to make the process faster, taste similar, but it's lower price because you don't have to wait so long. Okay, 懂吗？不太懂。他说现在有两种不同，就是处理普洱茶的这个过程是，有一个比较现代化的过程，是有一个比较长的就古老的过程。对 ，OK Thomas。很多普洱茶，因为它要放20年才能赚钱，现在的人是很想赚钱，他会等20年吗？不会，所以他用的酵母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fermentation， 以前的 fermentation 是用茶叶里面很老很老的茶去当做它的 roots 来当发酵的东西。那你要等20年，这个茶砖才可以拿出来卖。可是现在的人，因为他们很想赚钱，他们等不及20年，他们会用一些啤酒酵母，用 beer 的方式去培养这个普洱茶。可是你们觉得啤酒酵母培养出来的普洱茶，跟原本用老茶叶下去培养的是一样的吗？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卖的是年轻的普洱茶，可能只有2年、3年，甚至不到1年，他拿出来卖6000块、5000块，你觉得会好喝吗？不会，因为他用的就是轻，就是很轻便的发酵，那个叫做速成，就是 fast food， 他不是用 original way。所以现在你看到市面上卖的普洱茶，如果低于10000的都不要买。因为它都是用很简单的发酵，那个茶你买回来喝，你会觉得怪怪的，为什么喝起来不是普洱茶的味道？像我们今天喝的这个味道哦，它已经是用菊花调味比较淡的。如果我们没有调味过，这个普洱茶喝起来会有一种发霉的味道。如果你喝到有一点发霉的味道，那是真正的普洱茶，因为放了20年会不会发霉啊？会，放了20年之后可以吹风吗？他们在仓库里面的储存是用茶饼的方式，那茶饼包的是纸，所以会透风，但是他们不会让风太大。比如说 storage room 里面有 window 有门，但是不会让全部门都打开。因为打开也会有湿气，湿气会让茶叶坏掉。所以我们要买普洱茶，一定要记得，第一个带有经验的朋友带你去买，第二个低于10000块不要买，因为真正的好茶不会低于10000块。真正的普洱茶现在不在大陆了，因为台湾人很聪明，台湾人在40年前就发现普洱茶是很好的茶，在40年前就已经到云南去把所有的普洱茶都搬回台湾了。所以现在真正好的普洱茶不在大陆，在台湾。所以大陆现在养出来的普洱茶都是用 fast way， 都不是真正的古老的。所以你如果去到大陆要买普洱茶，这就不对了，因为真正的普洱茶在台湾早就被买光回来了。现在是大陆出20000块要买一片回去，我们当时买10000块一片回来，他现在花20000要跟我们买回去，我们不卖。这样您知道意思了吧？因为又过了40年，怎么可能只多一倍的价钱？是不是？这个茶就跟酒一样，越陈年越贵。但是有人喜欢这个味道就很喜欢，有人不喜欢就完全不喜欢。像老师要问你再来一杯会举手的可能只有2个。真的吗？空的空的，你都喝完了。好，你都喝完了，没问题。他今天要喝多少？那好，老师为William 来再泡普洱茶。So if you want to send a gift,
一万块钱不要买，以下不要买。对，那我们再买这个叫天人，这个是天人做的。天人在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大的茶叶公司，他买的普洱茶是中等的，他把普洱茶弄成很碎很碎的粉，再加上菊花粉，所以他卖的很便宜，可是他的味道没有跑掉，因为他是这个老板很有良心。天人这个工厂在哪里？工厂在新竹跟苗栗的交叉口，那它在大陆叫做天福名茶。如果你们有在大陆看到天福，天福是大陆的公司，对，但是价钱就不一样。天人在台湾很便宜，天福在大陆很贵。好，那老师接下来，因为普洱茶的味道太浓了，我们要洗一下壶，等一下换。喝台湾高山茶好不好？高山茶让你们带回去泰国喝喝看。那老师先洗茶壶，等老师回来哦。你看天人名茶哈，你都可以看到，在那个 101就可以去买。我这个美人茶就是天 101买的。对呀，我跑到那边去买呀，我不知道到哪里去买哦。对呀、啊，所以他们也有英文的哦。You can choose English here。全世界的天人还可以吃东西哦。很多茶在这儿。不是天人茶，他们有自己的店吗？有自己的店，对，有很多店呐、啊。你在网上也可以买，你看都可以买。你看这些茶，乌龙茶这些都有。因为我没有，我不知道到哪里去买。到那个天然的餐厅去买吗？对呀、啊，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不太熟。在哪里？我找不到，我要找他的 catalog。在那个中山北路，中山北路就有，对不对？中正路，好好好，在那家先。好难找，我刚才要找什么？普洱茶是不是？好，现在老师要介绍你们台湾的高山茶。高山茶就是指在海拔大概1200公尺以上就可以叫高山茶，但是台湾的山很多，所以1200公尺的山太多了。我建议你们要买真的好高山茶，一定要到三林溪。有没有听过三林溪？好，那到阿里山。好，到阿里山买的茶就会是好茶，或者到南投，有没有到南投去过？南投鹿谷，对，鹿谷就是 deer， 那个鹿谷 ，OK。好，那老师这个茶是产自中台湾南投，所以为什么高山的茶会比较好呢？老师解释给你们听，高山天气是冷的还是热的？冷的。好。茶叶它要保护自己，请问它的叶片会变厚还变薄？变厚，没错。茶叶自己变厚，它会释放出一种酵素，因为它很冷，它放出一种酵素让自己的茶叶变厚保暖，就好像我们人会怕冷会吃很多脂肪。那茶叶在高山上，因为它天生怕冷，它就会产生一种身体的能量，让自己的叶片变厚。那高山有没有很多雾 ？Fog， 雾，这些雾带有很多水汽，那这些水汽会让这个茶吸收很多很多的水。那所以这个高山茶它本身叶片比较厚，又吸收了很多水汽，所以它先天的条件。跟它长出来的样子就跟一般平地的茶不一样，
平地气候很温暖，茶叶就是干干扁扁的一片，那也没有什么水汽。可是高山的茶，厚厚的一片，而且摸起来是有水汽的。那它在炒的时候，它会带有一种自己的香气在里面。它卷起来的时候，它会把水汽卷起来，而且这水汽是它自发性的，它不是外来的，它是露水，对不对？所以这个高山茶喝起来会特别的甘甜。所以我们来试试看高山茶。真正的茶你们会看到它是真空包装，因为真空包装可以阻碍空气跟氮气，就不会发霉。可是当你解开它以后，你一定要冰在冰箱里，不然茶叶会发霉，因为湿气进去就坏掉了。所以解开它以后，我们除非用很好的茶罐，或者要冰在冰箱里，要绑橡皮筋，不然的话很快就发霉，就浪费了。Okay, I will just explain this. Okay. It's important. The high mountain tea, it's grown in high mountains. About 20, for example, Alishan tea is grown above 1,000 meters. Okay? 1,000 meters. So it's very high. Okay? And it's cold and lots of mist. So therefore, the tea leaves are very thick.Okay, if you buy the tea and open it, you need to 是不是要放到冰箱里 Yeah. You need to refrigerate it, and you need to make sure the air comes out of it. It doesn't have any air going. Use a rubber band. It's okay. Using a rubber band and put it in the fridge. There are lots of high mountain tea, but the Alishan tea is very nice. Alishan tea.Yeah, Alishan, yeah, you got Alishan tea there? Yes, you got Alishan tea there. Good. Very good. Alishan Okay. 阿里山茶也是高山茶，因为台湾高山很多，所以我们不特别分，什么山什么山的茶，我们就是统一叫高山茶。可是如果它是阿里山，种在阿里山，不一定哦，有些人会骗你哦，台湾也是有骗子的，很多他种在。不是阿里山，他也给你写阿里山，所以真正你要去买茶的时候，最好是在阿里山上买，那就不会是假的。因为你在平地买的阿里山，除非你是去像天人这种大公司，他不会骗人。Okay, 有喝吗？我是还没，我现在要去冲热水。很清香哈，不一样，很像绿茶一样。对对对对的，很清香的一种，对。So that means light in the It'd be thicker, it'd be yellower, more black. So the black tea is baked and fermented longer.知道吗？我们喝茶喝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一次喝这么多个茶哎。对，很少啊，哦，很少。你相信你们有开课的？哈哈哈下次我下次不，下次我们开课要收钱嘞。哈哈那个几块呢？等会儿吧。啊，对啊，对。You bring all the bottles, you bring ten bottles. Yeah.
20 bottles. 下次我们要收门票了。哦，对，这个太贵了，所以下次要收门票。你下个礼拜 A， 你下个礼拜要 present 吗？好，你要不要 present？ You want to present next week？ No？ 嗯，哎呀，太紧张了。太紧张了。你们下个礼拜可以泡茶，结果用语言说你不会，你可以哈。还有人想喝一下普洱茶吗？有没有人想喝普洱茶？你们说要喝，你看，因为没有壶了，我们一定要去喝。没有，老师，这是多的，这是多的，对，要去喝。对，因为普洱茶就像 durian 一样，有人喜欢 like。你下个礼拜可以 present 你可以好，那下礼拜你来和周周一起来。好，我们先明天不准备。So we need to date. 可以。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把你不是在屋里在那里。少一次闻到十种茶。老师，我们剩半个小时，可能有五种茶要下一次，下一次泡，下一次再泡，对，下一次就让他们练习，对，下一次让他们练习换茶，对，你们闻到这个味道有没有觉得比较特殊？是不是很清香？刚刚喝了几种茶，数数看。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满福茶。再来，第二个喝的是什么？东方美人茶。好，东方美人茶。第三个是？是普洱菊花茶。茶。对，好，请问这三种茶有没有同学能说出它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对。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ree teas? Can you say? You can say it in English, but not in Chinese. You can say it in English. Yeah. It's like really thick. Oh. And then like the big Gongjin cha is like full body. Gongjin cha is pure nambu cha. Make it nambu cha. Pure nambu cha. Huh?
还有这个东方美人茶呢，台湾那么不少，还有就是波斯大道阿里山都有，台湾的波斯大道台湾的都有，杨明都这个都有，这个、这个、乌龙茶是中国的，云南呀，是这个，云南，云南的茶的呀。那其他同学呢？满福茶有一点苦，满福茶有一点苦，对。那个东方美人别甜，对。然后还有这个普洱茶味道特别。可是普洱茶非常的养生，普洱茶的酵素哦，可以帮助胃不好的人，然后它也可以帮助，消化不好的人，比如说。你在上厕所方面不好上厕所，普洱茶可以帮助你，因为它的酵素是非常特别的。你的意思是说便秘吗？对。哦，为什么那有广告了？是每次那个喝的东西都太多，才有广告，他要喝茶那种。对，但是你一定要喝重发酵茶，因为轻发酵茶会让胃不舒服。可是你要让肠胃温暖，让肠胃的排泄正常，就是要喝普洱茶。所以普洱茶除了可以暖胃，它还可以帮助你消化。Okay, 普洱茶 has very special medicinal properties. It will help you to warm up your stomach. And if you, okay, this is.Okay, if you suffer from constipation, it will move your bowels. So it's very good for that reason. It will soothe your stomach and move the bowels. So it's very good. Yeah. If you poop, something wrong, you need to drink a pu'er茶. You know, in Chinese, when we teach Chinese, we can teach 便秘 quite easily with no batting at eyelids. But when you teach English, people never teach constipation. Because I have students go to Australia and say, teacher,I suffer from this. How do I go to the chemist and ask for a medicine? I don't know what the word is, so I have to teach them constipation. So it's very strange. But in Chinese, you know, we know. See, you know. 便秘. Yeah, 便秘. Yeah. 便, 你知道是便是哪个便?大便的便。你要写啊。哦。哎，助教来写便秘。他们要知道便秘怎么写。便秘，方便的便，对，方便的便，对，便，但是大便是啊，大便是 number two， 大便 ，you know， 大便 is not 方便哈，大便 is number。的秘是秘书的秘吗？对对对，秘 is very。Very thick, very tight. So, 便秘, you know, yeah, 便秘. Okay. Do you know how to say, this is terrible, it's all recorded. Please. Okay. Do you know how to say we in Chinese? Number one? Yes. 什么? We. No, in Chinese. Yeah. 不是, 还叫小便。小便。So, 小便 is we, and 大便 is...Poo. But there's a joke. 便饭 is a very home cooked meal. Mm-hmm. But please do not say 我要请你吃大便饭. Okay. All right. Where's the questionnaire for that? Where's the questionnaire for that? Oh, God. So you can say, 我想请你吃便饭 but not 大便饭 huh? Yeah, 大便饭 sounds more like 吃得饱 Oh, God. 这是高山茶吗？对。好，还忘了。这好
好轻啊，你看那个颜色轻轻的，是不是像绿色一样？对啊，高山茶不黄了。高山茶是绿色的，所以它是属于轻发酵茶，它泡起来就是绿绿浅浅的，然后你们喝起来会很清爽的。对，好轻啊，好香啊。然后你要喝之前一定要多含在嘴里，感觉它的清香。You need to swirl it around in your mouth to enjoy the taste. Okay. 高山茶。它跟那个东方美人很像，有点跟东方美人有点像，是吗？东方美人浓一点，是不是？东方美人带甜的，对，这个不带甜，不带甜，对。然后，当你含着茶叶在嘴里，不要吞下去。等你吞下去以后，它会有一种甘甜的味道从喉咙上来，这个跟东方美人是不能比的，因为高山茶就像老师刚刚说，它的茶叶自己包裹的非常浓厚的一个水汽，所以它是甘甜，所以当你喝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水的味道不是我们一般的 water， 它是属于茶叶的 water，所以你喝起来，你会觉得它的味道像是到喉咙里面，然后有一股香气在串上来，对，特别香。所以好的高山茶是很贵的，那但是便宜的高山茶也有，但是味道就不一样。听得懂吗？听得懂吗？The specialty of the Gaoshan tea is because it's a high mountain, the tea leaves is really thick. It traps the dew, the mountain dew, into the tea leaves, and it forms a very thick layer. So when you brew the tea, when it goes down, you can feel the release of the fragrance and the release of the mountain dew, the water.In the tea leaves. So the reason it's very expensive is all that natural dew and mountain air and everything is trapped in the tea leaves itself. The tea leaves is actually very thick. It's thicker than the other tea that you get on the lower ground. So, 现在我们要去采茶。We need to go and actually pick some tea, don't we? Because now I want to go to pick tea. 同学喝完高山茶有一个特点，请你现在回味口腔，自己回味口腔，你会觉得口腔里面有一种茶的香味， yes. 然后你会想要再来一杯。Can you taste the fragrance of the tea in your mouth? 你自己。Try to feel it. You will feel. I want one more. Yes, 我要。高山茶的特点就是会让你有一种想继续喝的感觉。对。因为它的茶香是回甘。我们常常在电视广告上看到回甘。什么叫回甘？就是。Okay. You have it in your notes here. 回甘。What page? Page one or page two. 回甘 sweet aftertaste. 回甘 sweet aftertaste in the vocab here. Yeah. So the feeling you have right now in your throat is 回甘 is that one. Yeah.回甘 yes. 回甘不一样，对，回甘。甘甘，对，然后呢，还有一点，什么曲，什么曲，不齐。虽然呢，开在那边，然后呢，回甘。虽然呢，不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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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对，那些不齐的，虽然呢，确实。很好。
所以同学们有没有感觉到一种很想再来一杯的感觉？因为你口腔里觉得有一种味道，好像需要再来一杯。对，这个就叫回甘。很多茶没有办法带来这个味道。我们刚刚试过四五种茶，对不对？对。有没有一种茶会让你觉得我好想再喝一杯？没有，只有高山茶会给你这一种叫做回甘，就是你喝完之后，你的口腔里会带来一种 I want more 那种感觉，这就叫回甘。回是回家的回。So, 而且也是一回两回 once, twice, three times 回，所以回甘，你想再喝一遍的回甘的意思，原来是这个意思。我们都不懂回甘是什么，现在知道。你现在口腔里还你自己，你可以感觉到它还有茶味。对，这是很特别的，刚刚所有的茶都不会有这个方式，只有高山茶会带来你的口腔留着一种茶香，而且去不掉，然后你会很想，我想再喝一杯，而且再来一杯，喝完会觉得好像永远不会想停下来，因为它很好喝，而且一边聊天一边如果有 peanuts 啊，如果有其他的什么 walnuts 在旁边，你会越吃越喝，你会越开心，因为这个茶是好茶。也是因为这样子，台湾的茶很有名，就是因为台湾的高山茶非常多，因为台湾的高山居多，台湾是一个很小的岛，高山很多，所以高山茶在台湾是非常遍布的。所以如果你们喜欢喝高山茶，或者你们想要在台湾带回什么礼物，就是带高山茶。因为所有的茶，高山茶最好？所有的茶通常来自南投的鹿谷，或者是来自三林溪，通常我会推荐这两个地方，因为这两个地方是常年云雾缭绕，都是 fog， 然后很多的水汽，然后树叶的叶片都是比较厚的，所以你如果到三林溪到鹿谷去买茶，这两个地方的高山茶都是正宗的，它喝起来每一口都会像老师这个一样，会让你 I want to get one more tea， 会让你一直想要再喝。那真正好喝的茶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像我们刚刚喝的这些茶都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它们都是属于 normal 的。像老师可以告诉你们价格，像刚刚老师说东方美人茶40公克是320，对不对？老师这些桌上的茶都700-800块，只有高山茶是1600。这一瓶高山茶可以买2-3瓶其他的茶叶，所以从茶叶的价格，你也可以知道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 level。下一次我们喝其他的五种茶好吗？好。哎，是这个吗？是这个山林溪。山林溪，对对。这个茶山林溪是一个好的高山茶，还有一个是鹿谷高山茶。OK， 这个地方的茶就是比较好，高山茶。还有鹿谷，我到时候给我回去给你查一查。Thank you.
得到滋润了，你的口腔刚刚等了好久，现在有没有一种感觉等到了？这个茶的滋润，你的这个圆能说是圆滑吗？可以。哈，圆滑，你看我这个我给你们的这生词圆滑 smooth， 就是选这个茶的味道很圆滑，很圆滑。绿茶。绿茶。那不行。人家懂意思。啊，已经喝得很开心了，好开心的，真是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茶的。你喝到嘴里有没有一种感觉，刚刚很想喝茶，终于解渴了？嗯，因为你刚刚一直觉得好像想要再来一杯茶，想好久好久，现在终于来了。然后你喝下去，那个甘甜的感觉就回甘，那个就是回甘。然后你慢慢喝第二口，含在嘴中，它会有一种清香飘出来。一杯茶我们分三口喝，所以一次喝完太浪费了。You need to drink one cup of tea in three mouthfuls. Don't drink it in one mouthful. Okay. 然后喝完茶的时候，我们可以闻一下茶杯的香味。又回甘了，再来一杯。老师这边还有呢。下个礼拜你们可以把你们的水壶都带来哈，带来就可以放茶叶。今天威廉最幸福。来，还有没有人想再来一点？再来一杯，再来一杯。等一下，下一杯我弄西藏的。好好，西藏酥油茶吗？哎，下礼拜有西藏的茶，有泰国的茶，你下礼拜我们都有哦，哈。他们你带西藏的茶，他们带泰国的茶，我们在喝茶，很棒哦。太棒了，最后一杯，太棒了，谢谢。嗯，最后一杯很有意思，苦苦的哦。因为它会带一点茶渣，一般最后一杯是老师喝的，可是因为同学太踊跃，是，通常最后一杯是老师喝的。你们最喜欢哪一种茶？这高山茶、东方美人，还有我们今天泡的普洱菊花，还有满腹茶跟高山茶。我们今天泡了四种茶，你们觉得你们喜欢哪一种？你喜欢普洱，它是不是跟西藏那边的茶比较接近？是的。那还有人说说你们喜欢哪一种茶？我喜欢高山茶。这样知道老师说要带回去泰国要带什么为什么了吧？它喝起来是不是让你觉得有夏天的感觉？有你看到绿色很漂亮的颜色，是不是它就会让你觉得心情非常的愉悦，对不对？哎，一包高山茶多少钱？这一包1600，然后它大概只有150克，就差不多像这个老师刚刚拿了一罐150克，这个150克，这是洞顶乌龙哦。这个卖680，然后一样150克，这个卖1600。没办法，我本来想做一个奖励，presentation 的人可以得茶，但是1600太贵。老师可以分小包，老师可以用夹链袋，用那个 zip 小小的 zip bag 给你们。Okay, let me explain something. The reason I want everybody to do presentation is this course is very special, right? It's because we're doing this course for her master's thesis. So we need data for her to write into her thesis. So whoever presents next week and the week afterwards, we give you a tea. Okay, as a present. So, 你不要啊。
要？哦，还是不要。你的朋友他要就可以，他自己人喝茶好。我下个礼拜会。下个礼拜，哎，你还能每次都带来吗？累死了。其实是可以的，因为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茶艺课跟华语文课是结合的，所以只要同学们有兴趣，而且能在里面学到东西，老师带来是不重要的，重点是你们要学到东西。好 ，So 他说下个礼拜他不能来，但下下个礼拜他能来，那就下下礼拜来、啊。你最喜欢喝什么茶？嗯，我们准备给你做礼物。给你一点点嘞，我你高山茶我已经有了，你已经有了。那因为这个茶包是老师可以赠送的，像这个可以，这个这种是可以赠送给你们，因为这个都是密封的， okay. 所以老师可以送你们普洱茶跟茉莉花茶，这两个都是天然的茶，都是好茶，所以下次我们来喝这个茉莉花茶，然后。你们喜欢的老师送你们就是这两种密封的，因为它可以放很久，你们想喝放在茶壶里冲个热水就可以出门，好不好？好，那如果想要高山茶，老师会给你们透明的 zip bag， 然后装一些让你们带回去。 OK， 好，那老师要准备收桌子咯，你们要记得老师在收桌子的是哪些东西哦，杯子吗？好。哎，老师，那个叶子干。干叶子可不可以从家里那个煮的？什么秋葵？哦，它跟咖啡渣不一样，因为叶子很容易发霉，所以我们不建议把叶子带回家。有的老人家他会把茶叶晒干放在枕头里面，但是一般人要收集那么多茶叶，除非你每天泡茶，不然你收集不到那么多茶叶。所以叶子不能放在家里除臭，对，叶子跟咖啡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不能放在家里除臭。